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伊旺。今天呢，给大家讲一下极简生活，让我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的意义啊。在以前呢，我们每当我们提起当我如何让我们人生有意义的时候呢，我们往往呢会想到，哎，我要做多大多大的事业呀，我要做多么多么伟大的事情啊，我应该做什么什么，就是比较往大的地方想。我们就觉得人生如果没做一些什么大的事情，好像人生就白活了啊。所以以前呢，一开始我们认为的人生的意义呢，就是要做大事情，总是往外寻找，往外寻求。可是当我真正开始学极简主义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极简主义让我意识到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呢，就是把身边的每一点每一滴都珍惜的好好的去运用它，包括我们的金钱，包括我们的时间。当我学了极简主义之后，我东西真正的 downsize 了，当我每一样每一样东西都去抚摸它，都去很真心的去体验它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才是人生的意义。就是说不管你挣多少钱，比方说我有几个 million 几个 million 几个 million 都好，但是如果我们并没有好好的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有意义的东西上，那些金钱就变得没有意义了。或者说我们有 plenty 时间，我们年轻，我们有青春，我们有一辈子几十年一百年的时间，可是如果我们并没有珍惜我们所经历过的时间，所运用过的时间，到头来我们就是后悔，而我们那才就真正的浪费了生命，让人生失去了意义。而这种意义其实并不是要做什么什么大事，而是把每一个当下的这一分钟过好，把我们挣到的每一分钱都用上，把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感觉都用心去体会，这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。当我们真的用心去体会我们身边我们的皮肤所 touch 的每一样东西的时候，真用心的去体会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才是我们不枉我们投胎做人不白活一回。当我们年老，当我们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的时候，我们不后悔我们曾经所不管经历痛苦也好，悲伤也好，开心也好，好兴奋也好，那都是 part of our life， 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它不管经历什么，我们只要是用心去体会了，我们就不会浪费它。它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意义。生命中的意义其实并不是那种做的多么多么宏大。但是你要如果能做到，或者做英雄，或者做怎样，当然最好。但是其实真正的意义是把我们身边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去过好它。我以前家里东西很多很多，甚至我认为拥有很多东西就是表示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，我是拥有财富的，我是怎样怎样的。可是我曾经跟大家，我收拾酒柜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说，那种东西的堆积让我感觉一种恐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东西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可是当我需要用的时候，我却不知道我拥有什么，我找不到。我唯一可以做的是到外边买。我只知道一堆一堆的垃圾或者什么东西，不是垃圾，当然是好东西了，一堆一堆的堆在那里。我只知道那里一堆东西，但是我不知道我拥有什么。那它有意义吗？它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所以当我把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是整理好摆放好之后呢，我就发现他们变得有意义了。因为他们在我脑子里边知道 OK， 这样东西我拥有，我该在什么时候用到它。我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，如果我自己不用，我可以捐给别人。如果我用的话，我知道 OK， 这样东西是存在的，给我一种很强大的安全感。因为这个东西是我真正拥有的，因为我知道它在那里，我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到它，我知道 OK， 这样东西我是有的，我是真正是拥有它的。可是以前不是，以前我是买回来堆放，而堆放我就忘记了，甚至我都不知道放在哪里。我真的想用的时候，哎，我好像有，可是放哪了不知道。所以它就会给我带来一种恐惧，因为我只知道那些东西我不能扔，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我也不想去整它，因为太乱了。所以那样的生活反而给我带来一种变形的压力。那不是财富，那变成了一种压抑感，那是变成一种恐惧感，而不是一种安全感。所以经过极简主义生活以后呢，我开始减少我的东西，开始整理我的东西，让我的生命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变得非常非常有意义。我忽然间刹那间感觉到，我不再往外寻求了，我不再去想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，我不再去想一些就是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。反而那些东西我越想，其实越让你
在现实生活中你越过得没有，就是过得很糜烂，过得很很颓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东西离你太遥远了，你不知道你应该现实当中你到底应该做什么。你只知道啊，我的人生如果想要有意义，我就必须做多大多大多大的事情，我一定要有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怎样怎样怎样的。可是你不知道如何开始，你不知道如何入手，你只知道那离你的生命很遥远。我有伟大的理想，可是我的生命就是如此的无力，就是你自己做不到什么，很无力。可是当我学极简之后，学极简主义之后，我就发现我开始从我身边的点点滴滴，一点点的小事来用我的五感去感受他们，用心去 feel 他们，每一刻每一分钟都是在体验着身边的所有的东西。哪怕只是打扫也是，我打扫我开始变得心能沉静下来。因为每当我擦就是这个墙砖缝刷洗澡间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知道我在用我的双手非常努力的让我的生活变得怦然心动，整个心就变得静下来了。因为我不再寻求那种虚幻缥缈的东西，不再想，我不会去想，哎呀，我要这个洗澡间要如果一下子干净该多好啊，我不会。而我会想，我要把我现在目前我只要把这一条砖缝一点一点的把它刷干净。当我可以把心静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花时间一点一点的把整个洗澡间的砖缝一点一点的洗干净。而在那过程当中，我非常非常 enjoy。 当我 finish 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浪费那个时间，我真的是很用心的把它一点一点的污垢洗掉洗干净，令到我的洗澡间怦然心动，干干净净。就是这种感觉，这种心态是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不再像以前那么急躁不安，那么急着让他赶快的，哎呀怎么那么难洗，怎么还是洗不干净啊，哎呀好麻烦，一看到话哎呀我就逃避不想去洗，整个人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极简主义给我带来非常，给我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冲击。它让我真正的活在了当下，它让我虽然说现在生活过得像就是半退休生活了，我觉得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已经很满意了，我有一定的成就了，我的生活已经过到可以像我自己想要什么就买什么的，就是我认为的一个成功的我自己的成功的一个 level 了。可是当我学了极简主义之后，我才发现我现在才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人生的意义要就是享受当下，做好眼前，并且不浪费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样东西。而这段时当我们真的充分的去体会当下的时候，每一个当下组成了我们的过去，组成了我们的未来。等我们到最后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我没有浪费我的生命，我没有让我的人生遗憾，因为我用我的灵魂，用我的心灵去体验生命中的每一分钟，这才是我们人生的真正的意义。所以每当我们不管我遇到痛苦还是快乐，我都是跟自己说好好去享受它吧。这就是我们身为人我们要体验的东西，生老病死，高潮低潮，痛苦爱情，兴奋快乐，悲伤难过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身为人应该所要体验的东西。而每当我体验，我们都会有可以用心的去体验，但是不要钻牛角尖。我们用心体验过了，并告诉自己这就是人生，我们的人生没有白走一回。所以在我非常非常的感恩让自己碰到了怦然心动那本书，让自己接触到了极简主义生活。我也希望身边的朋友们能和我一起来，让我们用心的去体验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分钟都不要浪费，让我们真正的可以用全身心的五感来体验，来触碰，来感受我们的人生，让我们真正的找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好嘞，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